自己说。但他那个 US 看得很 low。但是你看那个 O F R 看人家那个就在一个户外草坪上。你跟哪儿比呀？草坪上啥沙发呀？我在那坐着喝了香槟，档次提上来了。对，其实就是卖的高端人群，人家卖的就是我就贵，我卖的是有钱人。不是就那个 S 一百八，当时我们看那个看了。对，不过现在说卖房没有那个价格了，看不到那个价格了。当时好像跟王丽那天我们看到了，就两千一百八。哇塞，一个就那个在那个800几万就买了一个，300，对，2000。我那加拿大客户跟我说的就是，他说这个品牌在加拿大卖的太贵了，你卖多少钱？然后我原来不是。